今集就享受下人生啦，去咗做彩耳，公仔妈就犀利啦，做埋个热石 SPA 超正啊，佢仲瞓着咗添啊。地点就好近啫，喺国贸站楼上铺嚟嘅轻空间彩耳按摩 SPA， 位置就正正喺金光华对面嘅啫。咁今次去咧，主要系美团入面有优惠。同埋都想喺呢个频道入面咩都试下介绍下大家去啦。咁今次我哋就买咗个68蚊嘅美团券，咁公仔妈咧就系164蚊60分钟嘅热石 SPA。咁60分钟入面咧就包括背部20分钟、手臂20分钟、脚部20分钟。放心，我计个时啦，足足真系仲足1个钟有多嘅。咁一出国贸站 B 出口，直接喺呢条电梯上，基本上一直去就到噶啦。咁首先美团买券有咩好呢？美团买券咧就一个价钱嘅啫，唔再使担心要俾咩小费咁样嘅，一个价钱上到去就做嗰个服务就得噶啦，唔使担心。咁我哋去到就系前面呢栋大厦啦，基本上是金光华广场内雪上面的出口对面的，18楼就到的了。好，咁只要一出lift呢，直去得一个出口的，左手边就是这一间了，轻空间彩耳按摩 SPA。 咁这一间轻空间的彩耳按摩 SPA 呢，简单入面就不算很大的，咁佢哋亦都係啱啱開張啦，所以呢個環境亦都好乾淨企理。而裝修方面呢都係用日式嘅設計嘅，呢埲牆就勁靚啦，入到嚟個身心都靜晒呀。咁仲有茶俾你飲嘅，咁附近呢亦都擺咗好多小盆栽嘅，其實成個整體嘅裝修呢感覺俾人好簡潔好舒服嘅。我自己就好少做呢一啲放松身体嘅嘢嘅，咁今次嚟咧就真系觉得唔错喎。正常我系唔会影个厕所嘅，不过呢度真系太干净啦，所以厕所我都影埋俾大家睇嘅。咁除咗有茶俾你饮之外咧，台面亦都有啲小食嘅。我最中意就系食呢只薄荷糖嘅啦，成日都有。呢一度总共就有5间房，有3间系2人房。2间1人房，咁如果两公婆嚟或者2个人嚟咧，咁就唔使担心佢一齐做啲服务啦。咁当然一个人嚟都冇问题啦，佢哋全部都有独立门嘅，私隐度好高噶。我要换衫啦！公仔妈就系做呢个啦，164蚊60分钟热石精油 SPA。我换好衫啦，开始啦，拜拜。咁一开始咧，技师就会攞支精油入嚟嘅，咁成个过程都拍低晒噶啦。之后技师咧就会帮客人去除咗外边嗰件衫嘅，因为要露出个背脊啊嘛。咁基本上客人全程就咩都唔使做噶啦，瞓喺度就可以。咁佢哋技师都足够多嘅，不过因为我要拍片嘅关系咧，所以唯有分开2个人去做啦。大家嚟嘅时候记得用 WeChat 帮佢 book 咗位先喎。咁首先公仔妈呢一个 SPA 呢就有60分钟啦，20分钟呢都系个背部上面嘅，主要就按摩啦。最大卖点就有呢啲热石啊，佢会攞住呢啲热石喺你嘅背部入面上下左右咁样按摩嘅，然之后呢佢就会将4粒热石摆喺背脊，2粒摆喺手心。公仔妈就话呢个过程系非常之舒服㗎喎。20分钟过去之后咧，就去到捻脚啦。咁捻脚嘅时候咧，其实将被包住嘅入边背脊咧，仍然系有啲热石敷住嘅。公仔妈话最舒服就系呢一个时间啦，佢一路焗住喺被入边咧，成个背脊都热辣辣。到最后拎翻走嘅时候咧，成个人系松晒嘅。而脚部按摩方面，公仔妈亦都非常之满意。最后20分钟就系头部啦。咁佢就会由额头开始逐步帮你按摩嘅。趁呢个机会，大家望下公仔妈个样啦。之后佢又变翻公仔头，就见唔翻佢个样噶啦。咁公仔妈做完呢几个步骤之后咧，直情系舒服到瞓着咗嘅。
咁佢有佢瞓，我就继续拍啦。咁见到技师咧，其实一路都好专注帮佢按摩噶喎。咁我相信咧，讲就讲唔到咩感觉噶啦。咁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咧，就过嚟试下啦。首先呢度就明码实价啦，喺美团买券就可以噶啦。其次咧，其实你上网睇下大家啲评价咧，有时咧啲街外嘅铺头咧，好多时都呃人噶。足浴又好，彩衣又好，本来入去又话39、49，但出到嚟咧又用各种唔同嘅方式咧，变咗就500-600噶啦。到时人生路不熟，同佢嘈又唔系，唔嘈又唔系，咁就真系蚀晒大本啦。Hello， 我按完身啦，个背脊真系好舒服，因为啲热石碌落嚟嗰下真系好爽，好爽。同埋呢個膊頭位呢啲出枝都冇咁痛啦，平時咧可能孭得太多書包，個書包搞到個膊頭好痛，而家一啲都冇曬啦，咯咯。終於到我啦，咁我就買咗個68券30分鐘彩耳體驗。我淨係見到啲工具，我已經覺得好誇張啊！到我去整耳仔啦。咁首先啦，個技師除咗會幫你採耳之外咧，咁都會幫你按摩一下嘅。始終個過程就30分鐘，咁我唯有咗一啲重點拍出嚟俾大家睇啦。唔好睇小呢條孔雀毛啊，佢摸嚟摸去咧，其實好鬼舒服嘅喎。我劲中意呢一个过程啊，系好奥妙嘅呢个过程。技师就话呢支嘢叫音叉，只要敲落去唔同嘅地方咧，佢就会做出一啲嗡嗡声喺你耳仔度嘅，你个感觉系非常之舒服嘅。另外，技师又攞咗两支竹仔出嚟咁样啦，系帮你摸下摸下咁样，其实都系帮你面部按摩嘅。最重要是帮你放松到整个人，始终你30分钟，其实每只耳都是15分钟，但是技师差不多用一半时间去帮你按摩啊，清洁只耳仔咁样嘅，大约一半时间正式先至系帮你采耳。咁大家见到啦，啲技师咧每一个步骤咧都好轻柔、好轻松、好温柔嘅。其实我做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拿什么工具的，现在看回片之后就发觉他这些工具全部都很特别的。还有几个位置呢，你真的感觉到是挺舒服的只耳仔。大家如果没试过采耳的话呢，真的记得试一下了，特别是拿这一支棉花棒督入去只耳仔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很奇妙的，但是挺舒服的。所以大家未试过采耳咧，绝对要试下啦！最紧要几十蚊货仔，又可以帮你清洁下只耳仔，同埋又可以帮你 relax 下个人，绝对绝对系值得比嘅。但系我都系嗰句啦，大家千祈唔好去东门地下嗰啲开住铺头啊，39蚊嗰一啲啊，好多上网讲都系呃人噶。到正式采耳啦，咁个技师就攞住一个好似放大镜嘅机器啦，帮你慢慢攞支竹签督穿入边嘅耳垢，再用钳最后帮你钳出嚟，呢、这个过程又系劲舒服噶咯。做完晒所有疗程之后咧，技师仲会攞只手掌帮你泵下只耳仔嘅，好鬼舒服嘅。整完啦，超正啊，劲舒服噶。维持30分钟，几十蚊啫，干净晒，我好耐冇清过啦，正，值得推荐啊！咁呢一间轻空间咧，新店开业嘅。咁我问过职员啦，虽然呢度有充值送价钱嘅，但系佢就同我讲咧，反而系美团而家做紧嘅优惠咧就更加抵，所以大家去到咧都可以即刻刷佢呢个码咧去买美团券嘅。大家睇下美团就知噶啦，呢间铺头系5星，系完全爆灯满分，服务非常之好。咁我呢条片就介绍到呢度啦，希望下一条片再见到你，多谢晒，拜拜。